今天咱们去养殖户家里给粉丝挑一只高动力的马犬，暴红色的。哎，这边咱们来看一看他家的母犬啊。不，你这么凶干啥？你看这个狗，你是不是傻？我的天哪！你是不是和哈士奇关在一起了？哎呦，你们智商真让人着急啊！老是在你原地转圈圈，这锻炼身体吗你啊？你看你咋那么凶呢？我天，你看这兴奋度，你别动了胎气啊！你大着肚子呢还，你慢一点，你慢一点，你不要动了胎气。你看这小三角耳太漂亮了，黑脸黄马非常的漂亮啊！估计啊，来这边看一看。咦，这一个，哟哟。吓我一跳，差点要干我这是！你别气瞎了奶，你奶了小狗拉肚子不得了的。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们去看看幼犬吧。这边就是他家的马犬幼崽啊。哟，我天哪！你看这舌头耷拉的，这么长，动力不足呀？怎么感觉啊？啊？你看这耳朵竖的好漂亮呀，黑脸红马，它越长越红，兴奋度感觉一般呀。来，这边有老板留下了这个小铃铛。哟，你听这铃铛一响，嗷的一下，这兴奋度就上来了啊！咱们来逗一逗他。哎哎哎，不行不行，哎哎，我有拔河。哎哎，我的天哪，你放开呀！你看这咬口，我的天哪，你看这咬口。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你这放开呀！这老板的小裤衩都给你撕烂了。哎呦你妈！放开放开放开，不行，我得叫个救兵。我喊老板来，让老板给逗一逗他们。哟，你这过来了？哎呦，老板，你把你香烟掐掉可以吗？你自己脱了干啥？哎，我想看一看嘞。我看他咬口，哎呦呦呦，这家伙太厉害了，逗一逗呀，逗一逗呀，给表演一下呀，我看一看。哟，哎呦我去，这是练跳高的吗？这是，我这是运动员吗？这个家伙是练跳高的运动员，犬类的。跳高运动员，这家伙能穿个两米高吧，两三米，最好最高的一个，翻墙头厉害吧？这家伙，老板要看一看他家的大狗表演了吗？这是，我的天，你看，让我看一看，长长眼是吧？小刀拉屁股，让我开一开眼是吧？你看这，好漂亮啊！这狗兴奋度绝对可以的。刚刚老板逗那两下，我就看出来了，它不一般。刚刚你看不逗它。静就在这里一动不动，动动就如那个脱兔一样，非常的灵敏矫健。这是老板还没找到吗？你这是，你这不行啊，你这八岁了也在家吗？已经出了是吧？留了一个视频。马犬的弹跳力咬合力都是非常厉害的，兴奋度非常 OK 的。这是上树吗？我的天哪，哎呦我去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这么高哦。那个是你哟，这是啥？你和狗在单挑吗？这是在干仗？你干过他了吗？没有。你这家伙确实不错啊，血系也可以的。这家伙你看看，盯着一动不动，眼神啊，注意力集中力非常的好。让它动一下，你看这咬口，哇天哪，可以的。要玩就得玩这种马犬，高动力高兴奋力，集中力也好。不敢把它吊起来，不是它咬不住，是怕刮伤它的牙，怕现在狗小，怕刮伤它的牙。对啊，这家伙厉害啊，我觉得这两条比较不错，咱们可以给粉丝打个视频，让他自己选一下，这一条和这一条，这一条不错，我感觉这一条比较好，还是看个人眼缘吧，他喜欢哪一个，咱们就给他整哪一个。还想看我盘什么小狗，记得评论区留言啊。